个就是他们的名号，他的 title 有没有看到？你有认识这种世界级的表演吗？每一个都很厉害呀、啊，没错。来，快点，快点哈！两年练舞，超级爸爸，100万啊！练舞要花这么多钱啊？要啊！真的吗？你可以这个复练，也可以穷练。那你是？我就是穷练，拿到呢这个自来水杯舞蹈大赛的亚军。哦，那是穷练。天哪，一次得奖，一辈子都要讲，一定要讲。第二名我也在讲，真的是阿哥在那世界街舞大赛全片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有地表最强的7岁小孩 ，Seven， 今年吗？还是15年前？今年就是22岁。注意了，他的开头还有指名挑战自来水杯舞蹈大赛冠军，亚军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位7岁的世界冠军，娜娜。哦哦哦哦耶！哦哦哦哦哦哦哦哟，气场很强哎，气场很强。哎呀，我的。哎呦！哦，一开始就大招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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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帅了啦！哦，小朋友哇！哎，他才7岁啊，怎么可能？哇！太夸张喽！哎呦！哦，好厉害啊！你再转出去就……哎，快点！我把你 hold 一下，哎，是一个小小帅哥啦，刚帅哥，哎，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跳得太认真了，对啊，哎，刚刚还在后面出啊，有，哦，你现在看到露露姐姐了，那很多人，很多人都会这样，我吐什么？哎呦，小朋友啊，他们今年几岁了？今年7岁，7岁，真的7岁啊？快8岁了，快8岁，哇，身上充满了弹性，对不对？那你去哪里拿冠军啊？世界街舞大赛在哪里比赛的？冠军在法国。法国，哎呦，在法国拿冠军，去过法国啊？哦，去法国好不好玩啊？有没有出去哪里玩？有吗？叔叔，太近了。美国、日本、法国都有去，都有去去比赛。还有一个瑞士。瑞士，那你去好多地方哦。总共拿过几次世界冠军？2次。哇，也不容易。哎，7岁人家2次世界冠军。哦，这个从哪比赛？是在哪里？哦，就刚那一招，哦，这个大招有没有？7岁。哦，你都没有在怕的哦，帅哦！天哪，哎呦，一直接，一直接，哎，你都没有停的，一直转，哇，干，好能 Q 啊！耶，帅到 ！Yes， 耶耶！你跳这个舞会不会受伤啊？会啊，会，哪里受伤？脖子拉伤。脖子拉伤啊，因为转太快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么你才7岁，是谁带你去练这个啊？爸爸，所以爸爸本身也会跳街舞吗？爸爸带我去看街舞比赛，我觉得很帅，就叫爸爸带我去找老师。哦，爸爸自己喜欢看人家跳街舞，而且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哪里染的头发？基隆。基隆有一个那个好吃的卤肉饭，不是那个什么街弟弟呀？啊，新丰街弟弟，你认识那个新丰街弟弟吗？就讲话很欠揍的那个。一年级是要练什么？练 breaking 啊，练 breaking 啊！你要练什么？你回去基隆，我是从5岁开始练的。你也5岁开始啊？5岁。你回去基隆有遇到新丰街弟弟，再帮我处理一下。干嘛处理？你用风车处理他。哎呦，最强的招式就是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头转，嗯。真的学不会日本拳手有什么招式啊？一招而已，一招。你说有一招你学不会，学不会哪一招？我讲名字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们都懂。哎，我们是街舞，我算是你的前辈啊，教你啊，我都听得懂啊。对呀，对。哪一招？你跟哥哥讲。他可能会大单抛。什么？大单抛。大单抛啊，他就是说抛，不是风车，也不是鞍马，对，他就是抛抛，而且是大地板的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叫啊。K.O. 大单抛，叔叔。丢过去之后，单手顶下。丢什么过去？把人丢过去啊！
就是原本抛过去，然后左手不要接，右手下去。那一招你练会了吗？大单抛还没，还没有。哎，我会小单抛。哦，小单抛，我们小单抛看一下可以吗？小单抛先 OK 吗？可以哈。要不要戴帽？可以吗？小单抛，小单抛看一下。你看，这叫，哦哟哟。哇！哦。这叫小单抛，这小单抛啊，这样子还叫小单抛，这已经是很大的单抛嘞。你能这个吗？不行的。你看你，啊！我靠！姐！哇！来，他的舞蹈魂来了，舞蹈。没有，他不会 breaking 的。哦，他不会啦。他是 locking 的，你们好厚重哦，好厚重。哎哎，这些小众也会啊，对不对？我很怎么有种很想哭的感觉？好啦，我又没有玩 breaking， 好好加油哦，这个小朋友哦，希望将来这个为国争光一下啊！我们等你长大，继续练习。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